我是最没有资格爱你的。我的过去那么不堪，我的身体又有缺陷，可是我却可以在这边跟你跳舞。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幸福的女孩，而是因为我喜欢，我爱。 这世界上没有人可以阻止我。人是需要勇气的，而你呢？你限制自己，否定自己，认为自己什么都办不到，所以我有了趁虚而入的机会。 如果你一辈子都这样否定自己，不相信自己，也不相信自己有爱人的能力，你又怎么能够得到你心中真正想要的幸福呢？为什么突然说这些？其实我是一个坏女人，我利用你的善良，逼你做很多你不喜欢做的事，但我希望你的未来可以很快乐、很顺利。晶晶，你是最了解我的人，但是我……大家好，我是王静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跟我一起支持爱情白皮书哦。